小桥流水如诗如画，崭新的一天一会有人。啊！救命啊！好害怕！哇！可是这样子看他们有一点可怜，我想让他们出来。你想让他们出来？有一点， no, 有一点可怜。No. My new friends. A friend. Hey, my boyfriend. 这是什么？那个撞球啊，这是。今天玩点不一样的是吧？两队队员轮流进行锤碗挑战，并根据锤碗结果决定开场去留。丸子滚入猎人之眼时，猎人即刻放出。妈呀，这不很容易打到眼睛吗？把眼睛闭上打。不论睁眼闭眼，只要不是猎人之眼都好。挑战顺序由双方队长参权决定。我们可以先试试啊。我安全狼走了，成队上期获胜，奖励一张开场安全卡，吃卡队员可先行离开。好，我先走了，谢谢湖南台啊，没白来啊，走了，快点，拜拜，多好，天哪，好爽，别羡慕了，好好享受你的猎人套餐吧。我先试一锤子好不好？来，我先试一锤子，去吧。你再空一会儿，那个大大还没跑远呢。大大在算他跑太慢了。全新的开场挑战，苏醒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究竟会吃到甜头还是苦头呢？我保护你。好，三年前我保护你，这次你保护我。先走过来。Yeah. Prepare running all the time. OK。你们会不会不等我们？我跟你说，那个门一开，眼里就各凭本事。啊！长久就走，我才能走啊！那我被抓，你也被抓，行不行？哎呀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快点走吧！我把我的命运跟九州绑在一起，我感觉我现在凶多吉少啊！我怎么感觉？没什么命的感觉。我来吧。真的吗？他来了，他来了！九州带着他的命运来了。九州加油！九州，你最好打那个先走一步啊！开场王者九州能否实现先走一步的计划呢？来吧，证明自己。好像大家动作都很统一啊。人生需要等待，中国华莱士全员加速中对战季，精彩一会儿回来。等待是为了更好的遇见，中国华莱士全员加速中对战季，精彩继续。这里是中国华莱士冠名播出的全员加速中对战季，全期汉堡超顶，快乐加速不停。恭喜舅舅躲开猎人之眼，但也未能先走一步。乖乖回来吧，醒哥陪着你。谁吓死了？干嘛呢？我还是有点后悔把那个卡给他了。我来。虎哥，成队派出虎子，这次他能否活过片头呢？让个道啊！我觉得虎哥冲刺是吗？虎子打入，先走一步，成为锤碗挑战成功的离开第一人。这场跑最快，这一场要在片头走，不划算，不合适吧？上。紫队队长蒲一星上场，成队移走两人，紫队全员仍在。带对方一个人走。哎，带对方一个人走。带谁？谁？哎，这一来，醒哥走。越演越幸运，苏醒成功感化蒲一星。走了，那个不是白打了。两队队长都安全离开，有格局。不是什么呀？这是啥呀？是不是咋要出事啊？我打个地杆。成队五大境挑战，哥这个，留下来，差一点全队走。紫队曹恩齐挑战，对方全走，留下来，可以，亮哥，哦，
下一个用脚踢，下一个用脚踢，但是亮哥还得留下来。留下来，怎么大家老？亮哥经过来来回回几次挑战，仅有四人成功离开，大批队员尚在，看着满满的猎物，猎人都快馋坏了。老姚，主场 buff 啊，贴满。拥有主场 buff 的姚正是带兄弟们平安离开，还是尽地主之谊请猎人饱餐一顿呢？哇，整个这个姿势一看就专业，屁股挡住了，我看不见。先走一步，先走一步，先走一步。没有，干嘛？失败，四名猎人已放出，赶紧跑吧，小猎物们！Amber， 哟，哎，拐不了了。万万没想到，开场被抓的竟是拿过多次加速王的成队大大大将王月心。啊！月心被抓了，王月心被抓，成队王月心被抓，为什么王月心会被抓？开场30秒就被抓了。这是我这一季第一次，第一个被抓。哎呀，把加速王的机会留给他们吧。我都能听到，就是对方的队员在看到信息王月心被猎人抓之后的一片欢呼。王月心被抓，小点声音，我拿你电棍，你在干嘛呢？刚天崩开局了，天崩。我觉得我做了坏事。你没有做坏事啊？这种感觉，刚刚直接感觉他们整个要世界毁灭的那种逃跑。没有人管我死活的，就感觉我是一个人一个队。猎人面前分工明确，每人保护一个队员，那就是自己。四名猎人已放出，加速队员们警惕起来，加速奔跑吧。